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可以以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被肯定，我觉得，然后爸爸也看到这一切，我觉得很舒畅，这样子就是很可以做自己的感觉很好的。嗯。其实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得奖或没有得奖，两个人可以就是。都是以自己的工作被肯定，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嗯，我觉得他讲得很好，对，因为我其实说真的啦，我会比较希望，他可以得，对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我已经得两次了，所以还好。没有啦，就是选了一件比较，就是有一点复古的白色洋装这样子。